来，过年了，亮哥带你们逛逛吉林市的中东年货大街，走。干啥都是嘎巴溜溜脆，风风火火的，就连开车我都得比别人快，搜一下车就得干出去。就我现在这个闲菜摊，我用3天的时间就筹备交定金，然后开始卖货。买房子也是就用了3天时间就拿下了。之前开的麻辣烫店也是不出一周的时间我就租了门市，然后学了手艺，最后开了3年多。就我这急性子，找对象我也着急，为了找个对象我想了不少招数啊。先是在车上贴胶纸贴，结果也不太理想啊，可能大家觉得我闹着玩，也没人加我。然后我就盯上了全程热巴，搁那上面发过2次交友信息，反响挺好的，有20来个人加我，但是这个见不着人，在微信上聊天聊着聊着就没动静了。我想来想去啊，还是上全程热恋吧，面对面和女嘉宾去唠嗑的。